主料鹌鹑两只，香菇30克，辅料枸杞子、红枣3颗。鹌鹑洗净晾干水，去掉头和罩，且适量大小，用姜丝、蒜末、酒和油盐酱油基本等25分钟左右。泡洗干净的香菇，去和切丝的红枣和洗净的枸杞子和鹌鹑放一起拌匀，备用。一杯米加适量的水，把准备好的料全部放到饭面上，盖上盖子开煮。我用的高压锅煮饭，中途不能打开，所以事先全放进去。如果是电饭锅的话，可以等煮饭的水快煮干时再放料，这样出来更香更好吃。十几分钟后饭就煮好了，撒上葱花，香啊，开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